怎么会那么害怕？到外面呢，找屁找啊！回家啦，有病是吗？回家。哎，有病哎，这个主角。神父呢？妈的！我要找他啊。我的保罗。特殊研究的男鸟。睡眠。什么鬼啊？可以改变人格哦，超有病的研究。怎么觉得这边好像比较安全？没有电池吗？找他、啊，在小房间。电子，哦，钥匙。鬼要来是吗？我觉得今天就先这样子吧。我现在找神父哦。
东西。等一下，啊，我就坐在那边。我今天有爆麦吗？哦，吓死我的妈！天哪！去哪里啊？哎，可以上去。跳！你说这边没东西，我上来是对的吗？有一个人耶，可以把他推下去吗？干爹一开始就吓死我，跳过。有没有那么黑啊？不可能那么黑吧？什么声音？什么？跳下去啊？等一下，他刚刚有声音嘞，是什么声音？哎，那人是死掉还是？走哪里啊？让他死掉。什么鬼啊？怎么好像今天比较恐怖？人，他没死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是要进去吗？我这边有人啊。门是没有开的哦，我要出去还是上去？那太暗了吧？他在干嘛？这边也可以下，是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边摔到不太好，好像刚刚那边可以过去，还是算了。我觉得那个人会过来吓我。
声用太快了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看一看就死掉了，我应该爬上去那边吧。我要去那个，哦，我看到那个肥仔了，他是在，他好像在过来。我不喜欢这里。在是吗？看屁呀！干，为什么？哎，这边还不是外面的。
什么声音？太大了啦！什么声音啊？什么鬼？为什么我在记录东西？我要怎么样进去啊？哎，有够大耶！这边哦，储存。